问一个困难的问题，你们觉得今天的直播跟平常直播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什么？可恶，刚刚捷运坐到反方向，害我赶不回家。那你慢慢来，没关系。没事的，信伟，不要紧张。晚安，莉奥。晚上好 ，Hello， 卡丘，卡丘，恭喜我得到冠军了，谢谢。哦，真是，我们就是那种 party people。我觉得 Sakura 就是 party people， 大家知道什么是 party people 吗？就是很嗨的人 ，party， 就是可以嗨就会很开心。是这样子吗？我不知道，乱用，对不起。晚上好，下巴是，我有痘痘，长了痘痘。不是这个啦，感觉跑步真的很快。没有。可是谢谢你吗？晚安，两光。客厅带的哦，不是，而且我还因为掉了一个下巴。错，答案是你们的视线变低了。虽然偶尔也会有这个视线，但是就是变低了。谢谢思源的可爱小兔子，谢谢谢谢开心带你去流浪。恭喜萨库啦，谢谢。英组最强啦，运动最强。晚安，运动会辛苦了，感谢合照，我们会很开心见到你。我们的那个，我们合照的时候都很吵，哎，也不是只有合照的时候，查过来真的蛮吵的，但是别让头部操心了。姐姐们很辛苦，然后一直说小青去叫，去讲一下，去讲一下。大家可能要小声一点哦。日常。买英组是对的，没错，就是要买英组，因为英组运动全能，跳舞跟运动是不太一样的，但是我们对运动会还蛮上心的。樱花有安静的时间吗？吃饭的时候。大家晚安 ，Hello 乔空气 ，Hello 呼，呼阿康你好，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谢谢志宏的告白气球 ，Hello 小鱼，晚安。运动会辛苦了，不会，很开心。吃饭，难怪要烤，要烤肉，要烧肉，我们要去吃烧肉。我今天到十一点半吗？我今天到十一点吧，大概。烧肉的力量，其实我们知道奖品也是大概一天前的事情，
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为了烧肉而那么用心啦。讲是这样子讲，有烧肉的力量很厉害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到就是前一天前都不知道奖励是什么，对。也没有，好像是当天吧，当天才知道的，因为是前一天凌晨。晚上好，阿六。所以也不能这样子，也不能说全是为了烧肉，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猜说啊，有可能已经一次烧肉了，可能不会给我们第二次烧肉。但是就是以林业云的讲法的话，就是这是团体的组别的荣誉吗？荣耀，对，我们要为了团的荣耀而奋斗。复录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，就是当天我们才知道的啊，不是跟你们同时知道，但是比你们早一点点知道吧。团体的猪，恭喜英组第一名，谢谢。知道是烧肉后群主有呐喊啊，烧肉是肉，没有没有。他有说哈，是烧肉，没关系，烧肉很开心耶。反正可以吃烧肉，我们就很开心了。我们还以为会升级啦，可是变成，我就说变成高级烧肉了啦，这样子。熬夜做了萨库拉必胜牌，觉得哦，我觉得很开心，看到那个很开心哎。樱花必胜，萨库拉必胜，吃腻了没？没有吃腻啦，可以吃，我们就很开心。肉你好，很高级的，对，真的很高级，就是，对，我们就很开心了，已经，只是开个玩笑。我们大概到15分开始等，你可以吗？做梦都梦到英主赢，真的没有想过，没有想过输的剧本，而且我们一直在说，哎，我们还跟姐姐，我不知道花絮会不会放，但是就是我们还跟姐姐说，如果我们输了的话，我们就不叫萨库拉。我们要改名。还有什么？因为我们真的练习，哦，不知道其他组有没有练习，但是我们真的是暂时还没有听过他们很一直在练习，但是我们就是真的很在意一件事情，也没有，就是蛮想要赢的，关于运动会，然后就是。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说，如果我们那么用心的练习，然后我们输了的话，我们一定会超不甘心的，就是可恶，所以我们就是用尽全力。但是我就叫他们不要那么的，就是我知道，因为很难得那个运动会，然后大家都很拼命的去，但是就是真的要注意安全。而且我们算是大家都蛮会运动，没有举到牌子，没关系。改什么名字？苏库拉。还好有信伟、开心成二帮我一起改。对，谢谢。你们输了我也会很伤心，不过还好赢了就不用想那个，输了感觉会哭哎。而且因为躲避球布丁超级努力嘛，然后他很努力的去丢那个躲避球，然后结束之后他就突然爆哭，他觉得很感动，因为躲避球是唯一我们没有练习，而且就是躲避球是我们预测不了的事情，对对对，然后也没有说特别有自信，其实每一项都没有特别有自信了，真的，但是我们就是觉得我们已经做好准备，然后我们就上了，我们想我们要赢，这样子，我们没有想过输的，这样子上去气势足够了，但是是没有到真的觉得哦一定会赢这样子，毕竟 Daisy Bellflower 也是未知数啊，虽然就是比较落后一点分数，但是。Daisy 对我们来说是蛮，因为前哨战的分数比较接近，觉得如果他们赢了的话，就是蛮接近的，就是蛮有可能会输的这样。烧肉吃了吗？好不好？还没吃。美玲真的超强，
是因为球不听控制，然后他就哭了，他就很感动。可是因为刚好主持人离麦克风离这边比较远一点，所以就没有访问到。但是就他就哭了，那瞬间我就很想要哭，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帮上忙。我完全是跟着，我完全是沾光的，我真的觉得我这个头部在干嘛，完全没有才能，就是跟着扎库拉一起沾光沾。可是我很自豪，我是扎库拉的一组，这样很开心。Daisy 的今天是不是不应该？不会啦，不会，没关系，已经结束了，一日对手，好吗？一日对手。我还看到小贤运动圣衣是黄色的，还会闪亮。对，我就是因为看到它很闪亮闪亮，所以我就买了黄色的，穿着 Daisy， 穿脚下踩着 Daisy， 上衣穿着傻酷啦，脚下踩着 Daisy 色，这样。美玲真的是单场 MVP， 对，但是后来我想说，后来因为易云受伤了，大家就很照顾易云，就说让易云拿那个牌子。但是我想说，美玲，你赶快去，然后因为没有拿到，对，没关系啊，美玲是我已经跟她说了很多次了，她是我们的 MVP， 大家如果去她直播间多给她一点鼓励，虽然她没有，她应该不会走心了，但是对。他们两个都很棒，我觉得这场我要选个 MVP， 就是那个美玲，然后布丁跟易云这三个，还有谁？林雨欣，林雨欣就是稳定输出，没林雨欣跟阿曼是稳定输出这样。对，曹祖从来不是对手吗？曹祖从来不是对手，不会啊，曹祖不是蛮厉害的吗？因为他们腿长脚长啊。可是我觉得他们我不知道该不该这样讲，但是就是他们有一种就是没关系，我们玩完就好，反正我们已经拿第三了，有一点点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，我觉得毕竟其实输赢真的没有关系，就是一个运动会，大家开心玩就好了。对对对，完全 OK 了。腿长是关键吗？对啊。雨晴有种这样子的感觉，没关系，我们玩得开心就好，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真的玩得开心，我觉得真的玩得很开心，对。运动会感觉在比哪一队雷包比较多。拍别组都叛徒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大家开心，就是在那个会场上，无论是你选 Sakura 赢，或者是选 Daisy 赢，还是选 Bellflower 赢，我觉得就是很难得，不是表演，然后也不是什么 fan meeting，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做运动，大家还愿意来看我们，然后跟我们一起跑步，看我们做运动。我说那么什么记恨什么都是假的啦，我知道你们都会好好的玩，因为关于中猫一拖震惊全场的事情，小晴有没有什么看法？就是很好笑，我觉得就是看着你们，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介意，但是我就觉得你们很有趣啊，你们很可爱。换个方式想，就是你们很可爱，就是有趣，我喜欢有趣的人。可是你们真的也是，因为我觉得成员们还是，我觉得你们也是可能很想要为成员们争取分数，然后就大家也是太拼了，然后一直狂冲，然后刹车刹不住，很多人都跌倒，我觉得啊怎么办，感觉很痛。你很可爱，蛮可爱的。加加我们也很开心，很热血的喊帅在二楼啊！我有看，我有很常去看二楼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察觉，反正我很在意二楼。场地真的有一点滑。昨天看小青吧，我觉得是鞋子问题，因为像我的鞋子就是比较防滑的，就还好。那个转弯的地方不能拼命冲，要有点技巧。对，因为信伟在 Daisy 啊，信伟就没有吸收到 Sakura 阿潘的小秘诀，对不对？谢谢小晴一直有看二楼，喜欢 Lucky， 我有看到一开始就看到 Lucky 在那里了。
Lucky 一定要帮我拍可爱拍漂亮的照片。对，你们有没有帮我拍照片啊？我很想要看哎、欸。但是如果你们要放出来的话，记得挑一下哦。我想，如果下次还有机会，那种叫什么，就是开放拍摄的话，希望有人愿意帮我拍什么什么刘晓晴 focus， 如果有的话啦。打开我的资料夹，我也蛮想要看自己跳舞跳的怎么样，因为每次就是不然就是远远的这样。你要拍我，谢谢志豪。不要再嘴了，谁叫你不抽我啊？我可以决定的，不，哎，你怪我，信伟，你怪我，信伟，而且是他抽到你，不是我不抽你。谢谢志伟的真情告白，信伟凶小情。哦，是 camera 吗？ camera 吗？对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蛮想看的，嘿嘿。扣分了！不要给我装可怜，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毕业。又不是我故意的，我也会。还敢怪啊！我有派小晴被躲避球，哎，那个不需要，那个超级很烦的、欸，那个躲避球很烦哎、欸，就是不小心。可是我在想说，我会不会没有贡献？可是我帮忙堵截了几个场外球，就是如果飞出去出界外的话，有可能是内场。其中一边内场拿到球嘛，然后我就有拦截几个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可以吧？扣分就超不起眼的出局。恭喜樱花组第一，谢谢！小晴不哭，拍拍，谢谢阿哲。我看戏，小慧抽到我虽然是草组票，没关系，我没有看到。昨天躲避球接力赛制很精彩，谢谢我们也玩得很开心。先停止留职停薪，所以小晴是捡球员。可是我本来就是跟他，就是我本来因为九内一外，我们一早就分配好了。然后我本来就是场外，可是场外我本来就选，因为我只出一场，因为想说想要让大家都玩玩看。然后因为紫竹说他太不擅长。躲避球了，所以他就不上了，然后他就上两次趣味竞赛，然后我想说那就让大家多上一点，然后我就我只上一场，反正我也没有很擅长，对，我跟室友就各上一场，然后我本来是说那我就界外好了，因为场外好了，但是后来林雨欣说他想要场外，所以我就说哦好吧。谢谢许愿瓶，外场只有一个，开场一个人啦，因为只有十人啊，十人局，不进去真的是大伤。可是原子竹说他真的很不会玩，所以他说他不玩，对，不是，是他自己说，我真的不要玩这样子。他说他太高了，很容易被击中这样。哦，祖祖在观众席哦，对，我就说他一直抢我们，我在这边安静，我在这边郑重跟大家道个歉，就是伤害了大家耳朵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想说扩音器在旁边的应该会很大声，然后他是用吼的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我们祖祖真的是比较亢奋一点，那你们也不要太怪责他，就是太兴奋了，对对对，但跟大家说个抱歉，这样子。真的很抱歉。We are family， 谢谢。对对对对对，他有时候会抢，他说同木我们一起来杀哭啦啊！我就说好好好，然后他可能很想说会怕很干，就是他很想要一直给应援场内，
然后后来我第二场我就管不着了，因为第二场我不在，我就控制不住了。林雨欣就说啊，没办法，已经没有人可以控制住他了，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他不需要麦克风，对他不需要麦克风，跟大家耳朵说声抱歉，真的很抱歉。好，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点名部分了。小杰合照会买好了，谢谢。对。今天的点名时间，今天是我们的教徒升格试验第三次，然后也是最终回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今天我们要考的是什么教徒知识题，大概五题吧，五题很少而已，我们就可以剩下时间可以聊天。那我们现在来点名，教主点名时间。Hello， 谢谢微如的玫瑰，谢谢。今天要血食啦，好，来信伟啊，那个点名的请举手，谢谢。信伟，嘿，大橘在，然后怀怀 ，Stephen Lee， 阿萧，两光，开心，阿华，开心在，谢谢开心的 love。然后，怀怀在。然后，我刚明明就看到 Stephen 啊 ，Stephen 有要考试吗 ？Stephen 你要有要考吗？你没有来两次哦，两关举手，爽。我又还没有喊到国术，国术在那边。哎呀，对不起，举手啊，没关系。小延迟，闪亮闪亮 ，Hello 阿华，然后综合喵喵 Martin， 惠香国树，迫不及待，看来是有一点小延迟，惠香到 ，OK， 嗯。尼哥，嘎仔，熊熊，嘎仔，我刚刚有看到，熊熊在吗？中和喵到了，知道，知道。谢谢信伟的可爱小兔子，谢谢尼哥的全力声援。好，好六也到了 ，Hello， 熊熊，夜风明月，然后 Miso， Four Shine。马纳兹、奇月、空空、游戏 Hero， 然后 Lucky， 水枪凉快、蛋塔、淡定、灯火、莫寒、要多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你哥，我看到你哥，游戏 Hero 在，熊熊在，蛋塔在，九蛋 Hello， 淡定在，莫寒在 ，Lucky 在。Hello， 钟情阿华啊，我知道阿华在，要多在。尼克说他在北车。好，嘉树说他不在。好哦，嘉树不在。刚刚没有点到的是，灯火、水枪、凉快、奇月跟 Foreshine。Foreshine 可能还没到哎。Miso 夜风明月，夜风明月。小易在，老沙米酒，小鱼，加速，少凯，志宏，方帅 ，Hello， 晚安，大家晚安，继续，志宏 ，Hello， 草莓酱 ，Hello， 修哲，好久不见。你在吗？你在，老沙在。Hello， 陈宇，谢谢你的枫叶。Hello，Jeff，Hello， 谢谢志伟的枫叶。我看哦，什么？阿当、阿 Kira、陈宇点了，然后
阿当、阿基拉、晚风、班长、Eric、CKMK、Miso， 今天缺考，总分可能还是比你高。那你好好，哎，今天可以拿十分吧？阿当在，晚安 ，Jeff。Eric 在，哦 ，Hello Eric。多谢嘉树嘅幸运四叶草，淡定的玫瑰，颁奖还有，嘎仔仔，谢谢你的可爱小兔子，还有陈宇的星梦应援棒。CKUMK 啊，许阿贵 ，KKAS， 嘉儿，笨猫哦，笨猫在，石木。咖喱、冯家人、小叶、Leo 也在，阿巴、小红、人豪。今天考什么部分？今天考教读知识。咖喱在，哟，人豪在，希望不会太难，超简单好吗？我明明就超简单，我每一次都很简单啊。教徒知识就是入教，你知道教徒一定要知道的事情啊。那教徒知道的事情，欸，大家不是教徒吗？我以为大家都会知道呢，开玩笑啦。觉得你们一定知道。冯家人，你有在 ？Hello， you。路过教规都背起来了，不是很简单，有很简单啊。好，然后小叶嘛，小叶、阿巴、小红、人豪，哦，人豪点了，玉超没了，瑟瑟发抖。出生就会的事情吗？当你知道你自己是教徒的时候，你应该就知道以下的这些东西。超白痴，没关系，你们不知道的话，现在就告诉你啊。Hello， 玉超，晚安。嗯，差不多了吧。嘉儿、石木，哎，石木，石木不在。嘉儿、石木、小红、K K A S、杜又，我看一下，杜有点哦，点了。然后 D 在这里。马纳兹米索不在，然后夜风明月，然后空空奇月，水枪两块，然后对灯火，灯火在吗？哎，哎米索有在 ，Hello 米索，米索你今天要吗？你在哦。有人说你今天会缺考，然后他说就算你缺考了，他也不会，就是他分数不会比你高。还有谁？邵凯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明明我不是跟华华昨天聊得很开心，在 Bellflower， 在 Bellflower。阿贵，许阿贵，许阿贵不在，真的。Miso 赌了 Sakura 赢，但是没有来跟 Sakura 拍照。哦，华华有来跟 Sakura 拍照，可是 Miso 怎么没见到？还是我看错了？那个不是 Miso， 那是不是 Miso？ 可能是其他人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不要说话才是对的。我只知道小琴是教主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叫。没关系，现在告诉你。被抓到在 Bellflower。
好啦，我开玩笑的，我觉得就是大家开心拍照就好，真的。等我一下哦，拿我的手机，我在做影片，大家知道吗？我说做什么影片？就是大家最喜欢看Sakura的，没有啦，也不止Sakura，就是做很多花絮影片。小明最最会做影片。捷运有信影片就是，对，捷运有信影片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们三个人一起，就是拍了很多，不好意思，卡了一下，变小话术。发型也是说好的吗？说好什么？发型说好的哦，没有哎，就是刚好。方块十三秒，已经做好了，有点长，六分钟哎，好长哦，六分钟。回个信息。我拿起手机就想要回讯息，等我一下。什么？你觉得蛮好吃的？傻瓜，今天群主不能煮大菜，对啊，我们就是很爱乱改图啊。要公布上次的成绩吗？对，没错，谢谢开心。谢谢开心，吃过的评价都除了 Lucky， 你说那个吗？方块酥三明治吗？方块酥三明治不就吃？小青包头应该不少，真的、哦，因为我每次都没有什么好照片，所以我宁愿你们去拍影片。但是如果你们拍到好看的话，也是可以多发发看，因为我就看到很多人都拍得很好看，我想说，嗯。可是应该小心应该比较难啦。可恶，有能够放给我们看的崩图有啊，可是那不是崩图。会被什么？是我们姐姐发的。下载好了。搭公车的部哎、欸，太亮。搭公车的部分。Hello。然后只有一个林雨欣是笑得超开心，然后。公车都走了，还等到白痴，这是我自己打的。说你了还笑，
请不要截图，我怕他生气。不要截图，拜托，请不要截图，我怕他生气。因为我会放过这机会吗？不要啦，然后林雨欣生气，你我都不好过。好，来公布一下上一次的排名，感谢大家为我帮我那个算分数，就是减轻了我一点负担，谢谢你们，很开心玩这个游戏还有人帮忙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。然后感谢开心，然后我来念一下这次的排上一次的累积排名，加开心辛苦了，谢谢开心。第一名啊，不要第一名，等一下我想一下哦，第八名好了。第八名有七位，第八名有七位，分别是齐月、米酒、莫涵、开心、Miso、老沙跟 Akira， 七位，大家都是34分，恭喜。然后第七名是只有一位，是空空。空空今天有来吗？空空好像没有了，有吗？恭喜空空，35分。然后第四名有三位，志宏、耀多跟晚风，恭喜大家是36分。好，然后第二名有两位，分别是阿华跟小易，恭喜。然后第一名是 Lucky， 哦，第二名是38分。空空说要请假，好，哦，对吼，是不是有讲过？嗯。然后第二名有两位是38分，然后第一名是 Lucky 40分，很厉害，40分很厉害，40分很厉害。后面倒数吗？后面倒数是邵凯。可是邵凯是好像有一次没来，是不是？邵凯是迟到还是没来？有一次没来吧。然后 Forshine、Jeff 颁奖、两光、洪家人之类的，大家考试我来学习，掌声鼓励。可是你们还是有10分以上，也很厉害。10分以上至少也答对了5题啊，或者是缺考的部分。迟到的部分之类的。好啦，我们进入吧。讲分数伤感情， Lucky 是大技师。今天要考大家的是教徒知识题，就是成为一名教徒呢，当然除了要喜欢教主这个心之外，就是你要供奉嘛，也不用啦，就是跟着教主走这件事情以外呢，还有很多事情你们是必须要放在心里面的，就是你们必须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是这个教，跟为什么这个教到底在干嘛，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子。好，供奉，不用供奉，谢谢，不用供奉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么第一题就是，哒哒。到底教徒你们是什么教呢？准备好了吗？我把 ABC 不知道放去哪里，所以请就是听清楚。然后一样就是我说开始我会画一条线，然后你们那个时候请写 ABCD 就好，就是不要提早讲。
答案，你们可以讨论，但不能提早讲答案。对，好 ，A， 题目是教徒是什么教呢？你们是什么教呢？对嘞 ，A 闪亮闪亮教，谁报嘞？福德教。没关系啊，哎，是闪亮闪亮教，说不定有全名，好不好？真简单嘛，初心初心。B， 告白教。C， 睡觉，睡觉。请问是哎？白痴吗？我是，请问是哪一个教呢？请作答。等我一下哦。发言发言。哎，请作答。噔噔噔噔噔。A， 闪亮闪亮教。B， 我喜欢你。哇咖伊里，告白教。C， 睡觉，睡觉。虽然我喜欢睡觉，我也是睡觉，我真的想睡觉。噔噔噔噔噔，请问你们是什么教呢？妈妈咖喱里。为了综艺效果选别的，哎，你们真的很综艺耶！福德教没有福德教这个，福德教的教主呢不是我，是福德。如果你们是喜欢福德教的话，请去隔壁参加隔壁的福德教升格试验，谢谢。但是考试期间不能睡觉，放弃分数会很轻松。现在我知道你们想讲什么，现在放弃的话，之后就会很轻松喽，是不是？不行，就剩五题没，应该是五题吧，还是六题？比较喜欢福德的主人，我刚刚 Miso 那句我看不到了，笑死！可以转教吗？福德也在浪开台吗？可能去 Live 或者是一开台，我不知道。福德有直播吗？问一下福德啊，说不定他有 IG， 还是有人要帮福德开一个粉丝应援会？好，好了吗？我要结了，给你们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截止。答案是，哎，那么简单，都已经那么多人。对，那么多人把名字都打上去了，你们还会有人选错吗？当然就是告白教啦。看不到看不到，告白教，我们是告白教教主刘晓晴，又名闪亮闪亮，最喜欢睡觉。这需要解释吗？为什么会叫告白教教主呢？是因为为什么我是告白？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？噔噔，告白教的来源？为什么小晴在告白教呢？哎，你很会耶，开心，你很会耶。不是，你们听我说。请问，告白教的来源，就证明你们一直爆雷代表，你们这是胸有成竹吗？是吗？嘿，大家想清楚，你觉得我会那么简单吗 ？A， 因为
想对所有的教徒告白，好吗？你会想要对所有的教徒告白，这是 A。B， 因为想要推广，大声说出爱。C， 因为要合理化当年教主的告白行为。想一下，请大家认真的想一下，不要以你们的角度心，以小晴的角度。以小晴的角度来选择这一题的答案，好吗 ？A， 想要对所有的教徒告白 ；B， 因为想要推广，大声说出爱 ；C， 因为合理化当为了合理化当年的告白行为，好了吧？准备喽，预备，请作答。那应该是 A、C。为什么大家都选 A 啊？万一不是 A 怎么办？我怕你们会伤心哎、欸。为什么大家都选 C？ 还是有人选 B 的？诚实回答 C。A 啦，哪一次不是 A 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诚实就是 C， 而且没什么人选 B？B 很好啊，因为要推广大声说出爱啊，就是大声说出爱啊。芬奇，我肯定是 A， 请告白吧？是吗？是这样的吗 ？C 啦，我猜 C。A 啦，一定是 A。一开始心没有那么大啦。以后可以改成 A 吗 ？B 那个叫官方说法。C 可以改 C 吗 ？A 先不要，选 A 的话可以小晴实现吗？因为是当年的小晴啊。告白叫的来源哦，哎呦喂啊！其实 C 也包括我，我先选 C 了。当年的口号真的很厉害。什么？那是什么当年的事情啊？好，我要截止喽。大家都选好了吗？给你们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A。噔噔，哈！结果是 A 吗？希望。告白叫 LINE 群可以加吗？有，我记得有哎、欸，你去问一下底下这边的教徒们。你知道吗？我很想要改答案，有一点想改答案哦。嗯，实际上呢，我想要选 B 的。我是想要把我所做的事情，包括这件事情都合理化，但你们一直说，毕竟是当年的小晴啊，毕竟是当年的小晴啊，所以答案，哇，我可以选 B 吗？其实本来我是说，我觉得是，其实本来我是觉得是 B 的、欸。假如说翻白眼了，对，我的官方说法是 B 啦。其实我的答案是 B， 知道吗？大家知道吗？我的答案是 B 啦，请你们说服我把那个变成 C。不可能大家到处都说爱。好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让我好好的想一下。好，那时候很强调 B 啊，反正不是 A 啦，你们翻白眼。
来源好，因为我看到来源这两个字，所以呢，我们正确答案呢，对了，因为要合理化当时告白教主的告白行为，对，这个是我的叫什么主旨，我们的主旨是想要推广大声说说爱，但来源是这里，这个是那个叫什么啊？每日任务，这是每日任务，这是那个。叫什么啊？中心思想哦，还是这个？中心思想是这个。可以吗？那答案是 C。这样可以吗？诚实是王道，因为可是，大声说出爱这件事情，叫什么？什么什么？喜欢就要行动，什么之类的，不是很常挂在嘴边吗？B 可以给一分，好，这样开心会不会很辛苦？开心会不会很辛苦？如果我说一个一分，一个两分的话，什么很简单？你这样就太简单，你这种无聊妈妈。反正这个就是告白教的来源，可是我还是可以讲一下那个故事啊。其实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是告白教？其实我那个时候也一直都因为大家。我们那时候直播甄选的时候有一个直播任务，反正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主题，然后有一次的主题就是请帮你的粉丝改名，然后你就问粉丝们，你们觉得我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觉得粉丝名要叫什么呢？然后反正那时候甄选，我就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爱看偶像的人，然后我在进入偶像团体的甄选，所以我也很感对每个参赛者都蛮感兴趣的。有些人觉得哦，他一定很棒什么之类的，又或者说啊，他好可爱这样子。当然，除了那个时候的好朋友们，就是在甄选认识的朋友们，就是当然就是啊，你们一定要去看谁谁谁直播，你们一定要去看谁谁谁直播当中。另外就是特别喜欢。田佑轩妹妹，对，我会一直去看别人的直播，对，现在已经不会，一直看别人的直播，然后喜欢的推是谁啊？本田佑轩，佑轩，当年最初提议萝莉教，可是我真的没有，我不是萝莉控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好，所以我不要这样子。然后也很喜欢，那当时是我是49号，然后48号是林雨欣，然后就说，哎，我就一直跟他们说，那时候林雨欣还不认识我，然后这边很熟嘛，反正我就突然按到他的直播间，然后就觉得，哎，这个人也太可爱了吧，就很像我很喜欢的某一个小偶像，然后虽然现在回头看的话完全不像，但是那时候觉得有一种那种 feel， 会觉得他一定会成功什么之类的。反正就是他是我的有一点，可是现在跟以前又有点不一样，他变了很多啦，其实就是长大的部分。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他应该他是我觉得很偶像的一个人这样子。电话骚扰晨晨，那个是已经是未来的事情，以为你只喜欢他吧。哦，那时候我跟小迪也完全不熟，
对，然后我也很喜欢小迪，因为小迪很漂亮。还有什么？其他成员来说的话，大概最迷是那几个，但是后来我其实都有去，像一家台我有去啊，然后面面也有去，还有一些没有入选的选手们也在这样子。那个时候每次开播都会画图片，对，那个我很用心，就是我买了一本本子，然后每次开台前都会以那一天，其实都是前几分钟开始画，然后画完之后就写一些介绍自己的东西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这样。还是我也写一下好了。对，没错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啊，然后我就一直说他们好可爱，然后别人就说你干嘛一直讲别人，然后我就说啊，他们真的好，我真的好喜欢他们哦，就一直这样讲，所以大家就叫我告白教主，就是一直乱到处乱告白的人这样子。以上 ，Hello， 你是瞎子七号 ，Hello， 那其实是考试，那本其实是考试笔记，对啊，其实有一些题目有那个，好，继续哦。好，那我们先考这个好了。有点听懂没听懂，有点有听没有懂，就是我以前很喜欢就是看偶像，然后甄选的时候到处告白，就是一直跟甄选生说哎，我很喜欢你，我很喜欢你，后来粉丝们就叫我告白叫叫做以上。学到了，一起开花花 ，Hello， 易凯，这话题真的很怀念，我们可以偶尔怀念一下，我也蛮喜欢怀念的。我就是一个很蛮喜欢看着以前自己走过的路的人。我在讲什么？反正，我会觉得，当然还是有分做得好跟做得不好的时候，但是我很喜欢看。做得好的时候的我那时候也没有说都，那我觉得甄选时候没有说对没有说错，所以就觉得就是一段很怀念的时光吧。可是那个时候我也是一直烦恼说该怎么办，就是蛮想要入选但是却无从入手，就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毕竟自己也没有多厉害，没有什么才能，然后大家都在那边乐器唱歌、跳舞之类的，然后我又不是本地人，然后又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这样子，所以就是，可是那时候也没什么压力，就觉得没有选上也没关系，总之就是尽全力就好了这样子。那时候甄选课题有个粉丝取名称，那时候取了很多奇妙的，是哦，你说唢呐吗？我只记得 TP 哦。课题，因为每个礼拜的课题我也是很用心，就是很想说，就是至少要做的，就是我不单单是拍影片，然后就是想怎么样可以变有趣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，你一个影片，除非你很好看，除非你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，我不是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，我可以是，但是。大家喜欢看漂亮的人，然后也喜欢看有趣的东西，因为有趣的东西才会留到脑子里留到久一点。对，然后如果你刚好又是漂亮的人，又可以做到很有趣的话，我就觉得这就很无敌了，不觉得吗？然后我觉得能够体验出这个那么厉害的人，我在心目中有位前辈，他叫大岛优子，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，就是又有实力，然后又漂亮，然后同时还可以做到有趣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厉害。我现在有时候我还不够有趣啦，我其实也没有多有趣，可是我很想要做到一个有趣的人。我只是一个尬仔，我是尬仔的朋友，我叫尬妹。
想念 TV 出，哎，我也很想要找到那个影片，我已经忘记怎么画它了，好吗？它应该在我家里的某一个 file 资料夹。对，好，继续喽，一个小时，好快。我们进入下一题，第三题是第三题吗？对，第三题，哒哒。教规第一条，哎，这里真的是教徒必须要知道的事情，很难哦。第一 A， 责任 A， 不能转推，只能真推。蛮简单的吧，知道的人知道，不知道的人就哈。B， 真推可以，不能转推。再听一下哦，不能转推，只能真推。B， 真推可以，不能转推。C， 只能真推，不能转推。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呢？我再念一次哦。A 是不能转推，只能真推。B 是真推可以，不能转推。C 是只能真推，不能转推，可以吗？我要按了，准备开始，请回答。哒哒。大家都选 C。就是，总之呢，就是不能转推。总之就不能转推，重点在这里。重点是不能转推，因为你觉得我忘记这个第一条啊，怎么来呢？就是，哎，为什么好酷哦？有人选 A， 有人选 B， 有人选 C， 哦，大部分人选 C。这个毕竟念起来最，就是。怎么说呢？我记得我讲一下来源，就是为什么是不能转推这件事情。好像讲到说，其实我们都很在意一些粉丝到底，就是例如说我，你们可能觉得，反正我们就是一堆粉丝里面的其中一个嘛。但是其实我们都蛮在意你们的，所以当你知道你转推的时候，我们还蛮伤心的，就是会很伤心啊。就是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我们，就是转推这件事情，就是直接我喜欢上另外一个人了，这样子就觉得很难过。第一条跟起源有点关系，那然后就说，所以是吧？是这样子吧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因为很久没有用这教条了。嗯，所以我就说你们可以去真推，但是你们不要转推哦，不然的话会很难过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。哒哒。哦，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因为那时候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看一下其他的孩子们，因为他们都很棒。出去浪没关系，记得回家就好。嗯，所以答案就是 C。好，正式官方正式的是，只能真推，不能转推，答案是 C 哦。为什么要就是认同自己心目中的成员？对啦，就是一个教规。但是我希望那个转推。有一点点是觉得那个转推希望不是我这样，希望你们只是多喜欢了几个人而没有忘记我，这样。后来我就觉得，你们都一直在转推，到底心里面还有没有我啊？这样，这句话救赎了多少迷途的心灵？没有忘记过，谢谢。
不会忘记啦、啊。知道，信哦，信你们，相信你们，努力增加我的强力后盾。沙库特路过，沙库是三九，沙库是沙库吗？小婷一直放在心中，没有真推，谢谢。公布答案吗？答案是 C， 只能真推，不能转推。哎、欸，是吗？哎、欸，答案是 C， 不能转推，只能真推。讲错了是吗？我的不能转推，是吗？哎、欸，是吗？是吗？哎、欸。我答案是什么？选择对，答案错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答案是什么？只会真推不会转推。哦，那是 A 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我这里搞混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刚刚是怎么放的？C， 但是我拿错纸条了。我是什么？只能真的这里啦，只能真的。吓死我了啦！我刚看错了，不好意思。Hello， 嗨 ，Hello， 钟恒喵喵，晚安。我刚刚明明就念对了第一次，然后我还想说，哎、欸，我是念错了吗？下一个，哎、欸，哦，在这。下一个。下一题是教规第二条，全员加分不行。教规第二条，大家知道教规第二条吗？王美手，教规第二条。Hello， 子健，直接脸红。教规怎么那么多条？还有第二条，没错。A， 这跟握手会有关。A， 握了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是我错吗？还是我自己弄错了？等一下，我们先讲一下刚刚那个，可是大家都选 C 哎、欸，我刚刚是怎么放的？我的罐头是什么？没错，刚刚那题 C 哦，那好 ，OK， 没问题，那就好，好，是 C， 没错，只能真推不能转推，对我怕我自己猜忘记了，好，第二条 A， 握了教主就像握了全世界。然后 B， 握了教主等于握了全世界。C， 握了教主就可以得到全世界。我的妈呀 ！A， 握了教主就像握了全世界。B， 握了教主等于握了全世界。C， 握了教主就可以得到全世界。要文字啊，就是这类型的、啊，不然的话教那个教规大家都知道好吗？好、啊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预备开始。哎呦喂呀，我的手机。哦，这一题好像大家都蛮熟的哦。这种就是最糟糕的题，什么什么掉啊、哦、？B， 大家都选 B 呢，所以不能就像吗？不能就像，也不能得到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想要 C？ 我觉得 C 还不错啊。我的那个胶带掉了，我今天一直掉东西，笑死。
我也想要一间教廷。你就是我的全世界。变天，我的关节又开始痛了，还好吗？小心。C 是握了教主就可以得到。先，好了，你们是不是都好了？很快，很快呢。好，结束咯。那第二题呢，很简单，就是怎么可能，就是我们要确实一点，不要讲一些没有把握的事情。握了教主等于握了全世界。现在第四题，为什么会有这一题呢？是因为那时候是握手会吗？握手会前教主说的，教主说只要跟小琴握手，因为小琴都把那个成员的手握遍了，你们再过来握我的手呢，代表你们跟整团的成员一起握手，这样。但同时你们也握着上一个粉丝的手。全部成员都握过，握小琴的手用呢，要开心一定要握啊！谢谢子，谁好笑？我哪有说谁好笑？我不会讲这种发言，好不好？可是我觉得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很擅长握手会，但是还是很开心可以跟你们一起聊天，所以欢迎你们多来哦！只要买单曲就可以来我们的握手会，对，合唱会也很那个，很期待。合唱会我会穿好看一点的，你们啊，对，听说很多成员都已经叮咛过了，但我还是讲一下，你们可以下载那个 Snow 吗 ？SNOW Snow 可以吗？我把我的码告诉你，没有，就是开个滤镜就好了。来帮你们选一下，那里面有个滤镜呢，叫做 PLE， 大概在哪里呢？哦、oh, ，food， 拍食物的部分，不要，你要用原相机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要指定一下滤镜吗？哎、欸，我觉得 PLE 很好 ，PL1 很好哎、欸。好，其实都还好了，反正有滤镜就好。你们看，原相机。原图有套滤镜也是可以啊，可是 PLE 比较亮一点。就是哎呦，太亮。啊！怎么用？白一点点，其实都可以啊，反正小相机、原相机也可以啊，哎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看你们。也是可以啊，拍清楚也是可以。建议，高度建议 ，SNOW Snow 滤镜的部分。大家不爱修图的话，直接套滤镜，因为小琴平常也没有在，就是多修什么颜色，我就直接丢上去。可是我最近有开始修颜色，
我刚才看林雨欣的贴文，好惨哦！那我帮大家，帮大家做这个。后台跟鞋子奋斗的刘小琪，我在旁边很冷，没办法帮他。帮我，林雨欣，林雨欣，累积的新贴文。纸套滤镜是我的旧手，我根本不会修图。随便你的时候就，是可以啊。我觉得反正会修图的呢，就因为我也不太会修图，所以我就直接套滤镜。累积的新发文，他说。伤兵们请好好养伤，我只能负责提供能量饮的部分，还有后台与鞋子奋斗的小琴刘小琴，我在旁边很冷，没办法帮他。Hello， 来帮一下。Hello， 帮个忙。库拉果然很棒，还是已经考完？还没，还有最后一题了，你要不要继续考？不好意思，太塞，最后一题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结束了之后再继续，我不能分心。最后一题呢？你们，我没有要考第三，我怕有些人不知道第三条是什么，那你们知道第三条是什么吗？教规第三条。全队的蛋蛋是小金绑的吗？等一下再给你们讲这件事情。是有一种模糊的第三条，请打出教规第三条。我可以去开个门吗？你们等我一下哦。我去开个门，等我一下。小心你头，怎么了？从那么黑的地方出来，小心突然晒黑了，笑死！进来 Hello 的，好好好，最后一题了，等我一下哦。所以你们有刚刚有打第三条教规吗？滴滴不是这里都盖带了盖海哦，很棒。赞哦，不救光头，棒哦。想说有些人不知道，还是滴滴不是醉的哦？不是吗？确定？我以为这是第三条。对啊，自己打的有加分吗？没有，这是我第三条。好了，我们要继续咯。接着下一条就是超简单的，这是我们最后一题了，因为我把它减半。我本来是，我本来是准备了十条，但是我发现真的是太多了，题目太多了。其实你反而比较少题，对啊，所以我都提
一二条不要紧，因为滴滴不是罪，都怪大家太可爱了。对，就是只是一个安慰大家的部分，合理把自己的滴滴合理化，但是是没办法，大家知道吗？没办法，但是好，没关系。这不是教规，是真理。我要那个咯，我要下一题咯。小贤会几种语言自我介绍？自我介绍的话可以七种。自我介绍的话，这是句号的部分。没有，我说那个，那个可以出题。教主不喜欢滴滴吗？也没有说喜欢不喜欢的啊。我觉得滴滴没办法，就是我不会去禁止大家的滴滴行为。对啊，我好像也没有一直骂大家滴滴吧。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我也不会一直很介意说，滴滴不要来。我好像还好这一部分，但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很容易，对，我就觉得你们可能会叫我滴滴，但是我通常把这件事情讲成相推，就是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，例如说我很喜欢萨库拉，但是其实我是主推小晴的，但是我对于零一、阿潘、布丁、诗雨、雨林我都觉得好喜欢哦，就是我还是喜欢他们，我会去个别去看他们，但是我最爱的是小晴，我还是挂着小晴看。但是你说我是滴滴吗？我也不知道哎，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说是相推吧，对。但这重点是相推，如果说如果你又喜欢小晴，然后又喜欢，你最喜欢小晴，然后你喜欢杰星、佳丽这样子，一家，然后看一下，想一下哦，某某这样子，然后你说你是相推萨库拉吗？这样也不对，你可能说相推 TP 吧。但是也好像不是这样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就比较算是滴滴吧。这是谁的推表？请问三明治为什么要加饭快速吗？这是一个小恶作剧。然后呢？这是谁？相推 TP 吧。可是我说其他人就还好，就只有这六个的话，我觉得那可能就也不算滴滴的意思是谁都可以耶，是谁都可以吧？相推不一样，请见教规就可以。反正我就觉得，大家太可爱了，没办法，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很好，都是很努力的孩子，所以很喜欢他们。但是，还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希望你们把小晴放第一位吧，这样。以上的。好，然后下一题是超级无敌非常简单的最后一题，好吗？就是多推，没有人在意滴滴的定义，好啦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滴滴这句话不太应该随便用哎，可是现在大家滴，我觉得滴滴跟大家现在口中滴滴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。对，算了，就是以大家的滴滴来说，就是我推很多人这样。刚刚反而适合当教规的第三条，那再加一句，滴滴无罪，滴滴无罪，因为大家都很可爱，跟就是，但是小晴要在第一位这样。哦，我现在用滴滴无了，好哦。现在都是开玩笑的用法，好，那可以。朋友来了，爸爸嘞，我爸爸，不是我爸爸，我爸有点乱，小乱，没关系，习惯。
怎样？播了嘞、欸，小烂。Hello， 哎、欸，我在做这个。他说播了嗨，完全没挡到，因为他是升格测验最后一天。对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现在来到最后一题。哇，超紧张。参加一题。参加一题，你一定会。那我不说。超简单的、啊，最后一题喽。对啊，博英是带宵夜来了吗？有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你要也就可以。没关系的。你的朋友好像也有在浪直播。哦，对，我朋友也在浪直播。你什么时候直播？哇。早天，爸爸好像误会了你要直播。他说我手机密码是怎么怎么怎么，你可以用他用我的手机这样子，会笑死。他以为我要直播啊？对啊，因为我说你手机没电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哇，我手机每天是只剩一趴，可能会没办法联络那种。你朋友昨天打躲避球好杀哦！谢谢，我现在踢腿，我根本走不动。总之我有这个报名晚宴，请大家点进去。好，我要来最后一题了，刚刚拖太久了。最后一题就是责任，请问如何成为教徒呢？他已经过期。A， 责任，亲自跟教主报告填申请表。哎呀 ，Hey， 哎，你看我的那个弄得很好，那我再看。B， 得了，通过入学考试，通过入学考试，我是不是写错字？我写什么？笑死！我本来先想说试验吧。哇，你知道不了肌肉酸痛吗？我有点酸，这里大腿超痛，大腿很可怕。考教室，我最近一直写错字。通过入学考试，我本来应该想写什么教徒什么试验吧。好，第三题，哎，不是第三题，第三个选择 C。喜欢我就可以了，请作答。哎，这超简单的啦，你们一定会。坐了一整天，屁股很痛。请作答。为什么选 A？A 到底是有什么申请表 ？A 是要亲自填写申请表 ，B 是通过入学考试 ，C 是喜欢我就可以啦。B 我这不就是来？大家想清楚啊！今天这个考试呢，不是入学考试。这个考试呢是什么？这个考试是可以。没有，我说那个是你哦。对，那是我。超级不像。好哦。这个今天的考试是教徒升格试验，好吗？你最好会这样子说话。请问我是谁？我喜欢小晴。我是我啊，我啊，是我。最后为什么要卖个萌？今天是升格啊，大家从那个啊，大家愿意来参加教徒试验，我就把你们当做见习教徒了，好吗？今天是升格，我是谁？我是我，我就是我。虽然升格已经跟我无关，与我无关。我不知道。我好喜欢小晴，还敢装可爱。我好像有填过表，造谣改 C， 好吗？我要截止了，谢谢傲江的 love， 很激动啊！喜欢小晴就可以了，简单来说就是喜欢小晴就可以了，好吗？答案就是 C。欸，有人填 A 耶，傻眼！你哪有哪？我跟你。你跟我说哪里有申请表，我去填一下好吗？没有人选 B， 因为
你们是觉得通没办法通过？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谢谢。以上就是我们应该没了吧？我其实本来做了十题，可是真的是太久了。以上就是小晴的，全对了，还不血耻一波，恭喜！以上就是我们的教徒升格试验哦。我还念一下我们的主旨。第一届告白教教徒升格试验就在这边画上句点，鼓掌！说不定之后各大捷运站就会有报名表。林果好像有做过一张，哦，好像有听，好像有看过，好久之前。那我可以考你一题吗？你说，我可能不会哦。你说，谢谢掌声鼓励，也给努力作答的你们，愿意来参加考试，你们给你们一个热烈的掌声。你们很棒，你们都十分以上。教徒知识题很简单吧？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教徒知识题就是一些蛮基本的东西，就是有听说的话就会有听说啊，没听说的话就现在告诉你这样。头顶，你有线吗？嗯，你去跟大华借线吧。好，我有插头。放在哪一间呢？放在这里面的。小军，哇，不理小军了。我被强制错一题，哈！老师要放水，对不起小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让你伤心。可能刚好没有看到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很谢谢他，谢谢尼哥的掌声鼓励跟大菊的掌声。我借了林爵的。好的，至少有参加奖了，已满足。对，我今天没有放水啊。小晴知道我自己的告白教里面教规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知道你是我的小太阳，这样之类的，是有点敷衍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对不起，是我。柏林穿的看起来很热，会吗？很冷，很热。昨天出门才发现穿错衣服。对，是哦，你是今天都没有出门？我今天没有出门，我去买了晚餐，就是补习。柏林穿的好热，然后闪亮闪亮。嗯，你说是就是，是吗？哎，你没有给我答案呢，傻眼新闻。以上 ，death， 谢谢大家今天来，那就再麻烦开心帮我算那个分数了，感恩。然后等级的部分呢，我们就再说了，就是再说。但是在你们，在我心目中，你们都是很棒的教徒耶！ Yeah! 考完放饭啦、啊，你们吃饭了吗？还有半小时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柏林来干嘛。我也不知道来干嘛。聊天，哎、欸，其实我很想要有人有客人来，可是刚好我，你知道我收拾，我最近收拾了我的房间。但现在已经乱了、因为昨天的运动会，昨天我们超早起床，大概5点吧，5点起床，5点半。为什么？可恶！因为我想要骑车会比较快一点。对，然后并没有。反正我5点起床，然后那一直找东西啊，然后晒的衣服也还没有折叠起来，然后因为乱放，然后刚洗的衣服，刚洗的衣服。现在没有待洗的衣服，标签没剪。你的洗衣篮标签没有剪。对，故意的，故意的，好看。没有啦，然后本来我就整理的很干净，然后就很，我还换了床单，给他看一下我的枕头。没有给他看我的床，因为现在有点乱。你看很可爱耶，我喜欢这个枕头的颜色。然后。
就是整理得很干净之后。还有福德。还有福德，就是柏林很喜欢的福德。你可以帮我配音。反正这样子之后呢，我就很希望啊，我还整理了我的偶像周边，你看超好看。之后呢，就想说很想要等客人来参观我的房间。第一个来的人是罗瑞婷，去来宿舍直播，然后我就给他看，就刚好是我整理的超好看的那一天。然后之后我想说，柏林是很常来宿舍的其中一个人，然后就想说好想让柏林看，可是已经乱了，谢谢。福德今天要跳舞吗？福德要跳舞吗？所以柏林是来找福德的。枕头盒喜欢你。发现可不可欸，小晴都吃什么？我喝熟成欧蕾一分糖去冰，我喝冷露欧蕾，对，冷露欧蕾微冰。什么时候邀教主去？不能，下次等我整理干净一点，可能可以。是他敲门吗？怎么了？可以喝饮料。可以啊，你可以，你想喝饮料？可以啊。笑什么？太好笑了。我都没听到。好黑哦。嗨。他在黑暗中伸出一只手。是不见的吗？应该没关系吧。其实是没什么差，因为你就是两个都差不多。对，你就是都可以。我就不行，要带。小爱，你觉得是正常冰正常的？这太甜了吧！福德在飘。谢谢云的早安抱抱。才多久就乱了吗？就是两天，因为我刚好找东西。好喝吗？好喝。因为灯光味满满的。福德跟柏林来了。我都是无糖。欸，等柏林把福德抓走了，他回来了。就是刚洗完头的法法。哇，我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素颜，我真的没办法像他一样素颜跟化妆都一样好看。对，救命啊！皮肤也很好，皮肤超好的，又很瘦。对，然后腿又很长，你有看到？哦，对，我很赞，拿起来。你有看到他运动会穿那个拉拉队衣服，腿超长吗？傻眼，超不公平。就是如果法法白一点的话。黑黑的，这个脱胎比较快。其实黑的人看起来比较瘦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快去晒啊！不是吗？这几天会大太阳、啊。不是吗？这几天会大太阳吗？不要了，这是好机会。我会晒伤，我不会晒黑。这是什么奢侈的烦恼？哎，我没有晒过伤。这样的。我会黑，但是直接跳过晒黑的阶段。我会黑，但是不会很黑，就是不会很黑，就然后就变红。我真的没有晒过伤哎、欸。我就晒过黑，我都有，我会黑，然后还会晒伤，超可怜。去回想那个乌吼乌吼吼，回来的柏林，超黑超黑超黑，没有人认出我。你有白回来？黑色显瘦，有一点点，我很努力。嗯，一点点，其实我有黑，然后我也好像有点平衡也有黑啊，微妙。对啊，平衡变没那么的亮粉，它是很粉的。嗯，我唯一可以自豪是我肚子很白，但是我手。肚子很白啊。因为不会找到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肚子很白、啊，我肚子很白。他说他肚子也很白。对啊，我手白肚子色。所以柏林是黑，是白。我肚子跟手色差差不多。法法昨天怎么没变白？我就一咬就咬到、啊。只咬到这里而已、啊。你想一想看，你是第二的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你想想看雨林的心情。雨林够不到。我卡到肩膀，你知道吗？卡肩膀进不去，我直接把那个内盆拿起来。是，是哦。嗯，那个雨林也是下不去，而且他连身高差、嗯，他应该拿下一下。那边不是整出来喷粉，那个我快笑死了。好酷，柏林被扶的好自然。有两位朋友在小型房间，三位啊。我们福德啊，福德是我们朋友。好的，是我们朋友。超高速咬糖果。贝塔在你的手上。我觉得咬糖果有快的话，所有东西都会变快。对，我觉得都是卡在那边，还有那个吃面包了。吃面包其实还好，我觉得吃面包卡超久。啊、因为你们，我觉得是你们背力不够。一针没力气。对，一针背力不够。而且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可以用抱的。哦，是哦。就是第一句，因为本来是说用背的。嗯，是背过去，然后背，然后一针就一直用背的，然后可是后面大家开始用抱，然后我们想，可以用抱的嘛，然后一针就没力气了。是哦，因为我们我记得就是还没有开场之前，不是讲过一次规矩吗？那时候就说。先背过去，然后可以先落地一次，然后看你要怎么用，就是可以落地一次。这可以把人家举起来。
可以可以。哦，那我们那个他们没有在听，对，没有听到。很强哎，他打我们在他那个超累。三位突然间，就是你们在飞球，你们在对战的时候，对，怎么样？我觉得他的球速爆快，他丢球超快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一阵很厉害，我觉得一阵很厉害。手。手很强，所以他丢出来那个时间就会很久，然后就会重力加速。真的，柏林很厉害，我丢超大力，可是我准心，你没准心，对，我准心是零。我每次打一场，我在往哪打？你的厉害，可是我拿到的时候，大家都跑很远，然后我就想，你看起来很可怕。打你们，然后走的根本打不到半个人。你一个两个，可是你也很会躲啊。我是姿势超会躲，但我真的会躲。蹲下，然后你，对，刚才那个打的，我说对不起你。哎，你还以为我跌倒，然后还扶我，然后这样被打，真是非常的抱歉。后面玲玲被祖祖抱起来很感动，什么事？那个什么，那个吃面包。吃面包。哦，对对对。我们那时候还有想说，就是别就是那个咬面包的时候，那平安上去，然后去断你们的面包，笑烂。结果现在跌倒。玲玲下场超难过。为什么？就是他觉得他没有咬到面包，然后他就哭了，然后我们就安慰他。好可爱，我的眼睛一直追着沙库拉走。你知道是谁教我吃面粉的吗？谁？小慧。怎么了？你去加。哎，他很厉害，他超快。他说面粉不能用吹的，然后做肉就是用吹的，所以那边全部都是大雾。那怎么弄？要整个头下去，进去，然后再回来那边找。这样子找。对。他用脸去感受那草莓在哪，是不是？对。他用生命在玩哎。重点是，重点是你要首先要够到面粉。那雨林就是够不到面包，他先下去，然后完全有距离，然后就说怎么办，然后完全没有接待，然后就说怎么办，怎么办？我就说，等他脖子不够长，没有脖，他脖子不够，他说下次应该设计不了。然后他就算就是抱起来，把这个盒子抱起来，他都是很勉强。然后最后大家放地上，然后他就趴在地上开始玩的。然后后来大家都好了之后，就是一直。很慢嘛，所以工作人员就过来帮我们把那个面粉弄蓬松一点，然后那个糖果比较有看到，然后让我们比较好找，不然的话我们一直卡在那边，因为雨林真的完全碰不到。我们那第一局完了，然后我是街舞，然后我就往传给蔡兰，然后蔡兰帮我们抬头起来，他满嘴都是。Hello， 小曼。他就直接吃进去。我也是啊。不够高。对对对。所以你们是真的张开嘴巴就挨了，对啊，去吃糖果。咬把它咬起来了。好可怕。我下去是看到啊，看弄出糖果，然后。呛超呛啊！所以我张着嘴巴跑去找下一块，哈哈哈！笑死，无法呼吸。我觉得运动会法式呼吸，哈哈哈！你吐，面吐了一堆粉出来，对，面式呼吸，他狂喷猛喷哎，真的很中意，而且他不是咬了两次吗？他玩两次，因为我们没有人要玩，对。我听到陈思雅说，就是让他来，他可以，他说他可以，这样。对，他就获得躲避球可以休息一次。对，然后第二次还可以救，就是有柏林救援这样的。那个祖祖也是让他上两场，因为他说他躲避球不行，他说我没办法。他真的很适合加油。他没上去吗？他没上去，他说他等一下那么吵，完全没听到。对，因为我很专心。我结束后，突然看影片，发现哦，原来他一直有讲话。对，他一直有讲话。我以为是主持人在讲。我以为是主持人。不是，是他传。姐丢，我还以为是在跟我讲话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我会加油的。就他在帮你加油。对。磨，小心磨的那一只猴子，小心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小心磨的那一只猴子，小心知道吗？摸的那只猴子吗？哪一只？啊，你们那天运动会有看到什么猴子吗？哪一只？我吗？我说看到阿潘，是星星。就笑死了，刚刚觉得我因为碰到球，因为觉得很像，球一次是被球打。这种就算了吧。我想米娜马上场，从头都不知道。我一直以为他有在加油，这样他说我没有，我很会躲，我从头没被打下，吵到别人哭。他真的蛮厉害的、啊，我真的不敢接。我超级很土的被打到了。是吗？就是我插到这里，超级烂哎、欸！就是也不是说我接没接到，就是我就跟他们说，我原本是想要当外场的，因为我想说我没有很厉害，我每次想接都接不到，然后很快就被打下场，不如我在外场去当那个就是辅助的人，然后后来
那个星说他想要当外场，就是他觉得他当外场比较有胜算。好，我说好，那我先玩，我先进去。是蛮恐怖，他跟布丁的围攻。对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就想说我，因为他腿跟手臂都很有力气，就是他是肌肉型的类型。然后我是那种我就本来就没有很多肌肉，反正我躲避球也没有很擅长嘛。然后我想说啊，至少我用接的，然后接不住比较光荣光荣。那个球真的不好接，因为它太轻了。对，可是差到这里，然后被推出去，我想说 ，OK， 你要出去没有？听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，然后我就一直在外场，然后一直都没有球进来。布丁超恐怖，难过。布丁一接到球，他脸眼神直接换一个人。就是布丁很认真，很凶狠的打你，然后最后我们不是被反败为胜嘛？我真的觉得那个逆转蛮精彩，虽然就是我们输了，真的很酷。对啊，然后布丁一分钟是剩一分钟是4-2哎，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一直顾着说，我就跟他们说不要接球，我们四个在狂躲就好了。对，然后。对，就真的没有，就最后是都是美玲打掉的。对啊，超厉害，美玲真的超厉害。我跟你讲，你们那组真的美玲是 MVP， 超对啊。我有说，小他美玲就是 MVP， 小他美玲从头到尾都是他在 KO。我一直想把他打出场，然后打不出去，他一直接到球，他一直接到球，超厉害。然后他就是，我不知道他是运动会选手，真的。闪过来的人都很会接球，我日本人都很怕，东田流佳也很可怕。还好他是我们队的，我不用怕。蛮有闪，然后是还好，他去外场，可是他在外场的时候，他的脸超恐怖，好可怕。大家都很认真，不一定丢球超认真的，虽然是往地板砸。我们第一场其实没有很，就是知道原来内场跟外场可以合作。就是自己的内场跟外场，没有 get 到。我们后来到第二场，我才开始跟小弟合作。真的，对，其实很重要，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。我觉得内场一定会掉的，去外场，传到侧边的外场，就那边别人都还来不及，一直打，对，然后一直传来传去，传给我，传给我，然后没有听到，太早，真的太早，没有人听到我讲话。哎，我觉得就是球打太远，因为球太轻，球打太远根本就会被接到，所以如果是越近的球，就越容易打到人，所以就传给小迪，然后小迪就打到人，然后就，他说阿力有一球超帅的，接球马上转身杀，阿力是篮球队的。我也是篮球队的，对，有一次要合作，我就要跟小迪合作一球的时候，我就说小迪传给我，然后传给我，然后差点被挺力接到，超可怕，超厉害，可怜的七七，为什么？跟队友的逆转太厉害，喊到喉咙爆掉，超组的合作再加强。我真的很认真，传过去没有人接，永远没人接。我们第一场也都外场，内场大家都传不到对方那里。我们，你知道我们是超认真，我们从。大概从就是休息室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讨论战术。你们可怕。我们就说，我们不要浪费时间。我们因为出其不意最容易就是被打到，所以就是接到就马上去，打，就是不要有那个，而且不用举球，就是不用举球，然后就直接打就好了。然后不行就传外场。我们就是从开场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我们龟剑子很多，小迪还会用假动作，他看左边打右边，对，很厉害，好厉害。然后后来打到不知道谁，超恐怖，好厉害，没办法，就是、大家太不留意小迪，小迪明明就是一个能手，小迪脑袋高手好吗？帮我跟法法说，昨天接棒给他很开心。啊，中和喵喵吗？是的，耶。昨天 Bell Flower 蛮多人跌倒的，对，很心痛哎，粉丝跌超多，对，你们跟对，你们最后真的跌超多的，他们太就是着急了，我觉得。我记得阿磊，我记得有个人传给果果还是这样，然后他跌完以后，他翻身，对，刚好在转身，一转然后这样子，不是吗？对，他一点，然后他超帅，他刚好跌在果果旁边，我没看到是谁，超帅，叶问吗？真的，超恐怖。还好抽到都是穿长裤的粉丝比较多，不然很怕大家摔死哎。因为那场地真的是有滑，美玲的腿真的是超惊悚。对，昨天很多。美玲说她刹不住，她每次跑步就刹不住。因为她就是跑完太累了，然后她的脚没力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没有没有，不是，她是刹不住，惯性哦。那时候我们坐在那个就是休息区，然后看到她这时候这样跪下去，我想说这个一定会受伤，这个一定有受伤，超痛的，而且她。他整个脚有点小破，就是也没有小破，也蛮破皮的。
大碰、啊、碳桶，后来不是他两块碳桶，我会叫他好好养生，大家不用担心，他那么辛苦。我们今天就已经休息了，我们今天就是运动会。我现在超铁腿，我现在连翘脚换脚都有痛，我怎么大腿超痛？对，你不要走来，我刚刚从那个路上走来，然后我在踢腿，我就这样走。因为打完刚刚换翘脚，哦，酸，不能翘脚，换只脚大哥。还有坐姿都非常关键，我自己跑没有看起来那么滑、啊、就是要控制力道，控制力道跟那个鞋子对 对, 對鞋子的问题。我觉得粉丝太多人，大家穿着鞋子不适合跑步。对，哎、欸，我刚想说，所以就容易受伤。以上，然后就特别去买白鞋子。我没有买，我想穿我的白鞋子，我穿旧鞋。我是穿新鞋，我也穿新鞋，新鞋爆炸滑。我没有穿旧鞋，我觉得旧鞋比较好运动。Daisy， 穿你这张笔，而且我们改手势，谢谢。改什么？我们改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一样。你有发现这次的一二三名手势都有一？你知道 Sakura 是这样比，然后其实它看起来就很像一笔一。然后我们改这样，他说改这样了，他改这样了，他改三了。那包不是这样子吗？然后就有个三在这啊。我们改这样子。是什么？三啊。可是 Daisy 也可以啊，一啊。没有，这个怎么看都是二吧。不要这样，再比一。那改站可以，改个站之类的。这样这样。三哦。我以后的队伍就是 Daisy。Sakura少一个小拇指也是可以站的。啊，为什么要偷我们？不是才刚改好？没有那个梦之路。梦之路。如果改，不是有一个那个？对对，我刚刚讲谁啊？不要。没有不要。那个一二噔噔，这边一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一二三，对、啊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为什么没有傻哭啦？因为多一个小拇指就傻哭啦啦。对啊，所以我说要不要改成这样子？然后 Bill Flower 啊。对。噔噔噔，我差点跳错，吓死我！就是我脑袋中突然，哎、欸，你说跳这个知道吗？对对对。为什么？我说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没有跳错。为什么？我想到我脚是不是错了？是错了。然后我想说，身体已经记起来，所以没有错。我就跳错，我一直想说，哎、欸。我人生很久没有偷看别人的动作。我上去的时候，我现在才想起来，我都比这样子。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是什么东西？笑死！而且我后来看我们的影片超蛮整齐的，我觉得可以。我们的人，我们的可能人很多，然后看起来就很壮观。就是我那个时候知道我们要跳梦之路，然后我们一边练舞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蛮感动的，特别是中间那个三块的地方。不的道理。不的，我的。去啊！去啊！我看到有人分享，你看。一云说水中毒晕倒，水中毒晕倒的，水中毒晕倒，水中毒晕倒，影片好看，嗯，我吗？我去哪里？在哪里？欸、我手机应该充哪里？我可以借你手机、啊？我做过这种事情吗？我里面有宝可梦可以玩。你做手机吗？他最近在玩宝可梦，喝水中毒。梦之路真的好看，最后的舞很整齐。梦之路看真的很整齐。没有啊，这是第一次手机，直播用的。真的走位超好看，动作也很整齐。我没有认真。多少？打太快。才今天到11点。请问在宿舍可以抓什么宝可梦啊？在宿舍楼下有一个道馆。真假？好像是附近啊，也没有到楼下。是楼下的阿北们设的吗？不知道，附近。小田今天的哦，刚刚讲了，对不起。觉得梦之路的新鞋好看，彩带是亮点。对，我们来讲一下彩带的部分。彩带，我们那个鞋子的彩带。然后我来帮大家，因为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发现那个彩带会掉，那个蝴蝶结，所以我就在后台缝彩带。嗨耶！是我缝的，柏林，是我组长不好当。你有帮我们缝吗？没有、哦，因为我手只有两双，一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有两只，只有两只手，失手霸王，只有两只手，然后我只有一双，我只有一双，两只手。我把你夹拆了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所以呢，然后。我就帮姐姐来缝那个后面的蝴蝶结，他们都在玩，我真的很辛苦。没有啦，自己讲没有。东西没事，我先放这里。没事没事，你先放这边就好。
两算好开玩笑的，就是因为我自从那个猜拳大会之后，我就很喜欢碰针线，反正其实本来就蛮喜欢碰针线，然后针跟线，然后就是姐看起来需要帮忙的时候，我就去帮忙了，然后忘记拍照，谢谢。运动会一开始就扭到，对，他拉伤了，然后他就还在那边死撑，对，因为一开始他跟我们说他拉伤，然后我们就说就是小心一点，然后他看起来没怎么样，就是没，可是林彦就是很容易受伤的人，就是我已经跟他讲了多次，就是你自己要小心，因为他真的是很容易突然受伤，然后拉伤什么之类的，然后。其实后来，因为他比赛的时候看起来很还好，没什么感觉这样子，所以就想说好，因为他自己也想要比赛。但后来就是跑完那个大队接力，因为大队接力真的太需要用这个前面的肌肉，大腿前面的肌肉真的太需要用，然后就会很加剧那个拉伤的部分。林一也说小心很容易受伤嘛，小心我很容易受伤吗？还好，我很健康。小心不要受伤。小心不会受伤，只是就是莫名其妙有一些淤青而已，但是这不代表我受伤。这样，台上看以为跑步才拉伤，那大概是热暖身的时候拉伤的吧。Only Today 的时候开始。虽然说我们那个暖身根本就是超级激烈运动。对。哎，刚刚讲叠罗汉。对我们叠罗汉怎么样？有没有很酷？我们就是我跟小迪想起来的，就是想说，哎，是吗？好像也不是，我忘记了。是我跟就是反正就是我们一直玩，我们彩排的时候就决定要做这个事情。不好意思，你明天帮我问法法早上九点能不能陪看他直播？什么意思？淤青不就是受伤吗？是吗？对我们来说，淤青还不算受伤。对，我怎么觉得他是想说你心里容易受伤？我不会啊。他算玻璃心。他挑拨，给我看一下。他看小林在最下层很幸，没有啊，我是自愿到地，就是最下层的。我跟小迪就是。完全是一直在地下室，是最下层。叠罗汉只有小新一个音组，还是我明明就有邀请林雨欣进来，他说他不要，而且因为很多人，因为 Daisy 大家都很热情，就 Daisy， 我觉得 Daisy 是特别多这种很想要加入的人，热情如火，很多人想加入。然后他说哇，然后就坐起来。就我们是严格筛选，然后只筛出五名精英这样子。对，五名中 OK 的精英。是即兴吗？是每次就是即兴没错，但是不是当场决定，就是我们想做很久了，所以就直接这样子。是的。越上层要越轻，哎、欸，我觉得太高。我们之前果果有上去过，果果超高，太高了，太高，很危险。还有谁上去过？然后平寒不敢。平寒也是平寒很初代顶端。对。然后他后来害怕了。对对对，他害怕。可是我觉得平寒不是怎么样，是平寒是他自己心里害怕。对，他自己怕。对，他自己怕。那我们本来觉得他上台蛮完美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还有谁？还有谁有就是上不去的部分吗？没吧。没有吗？好像就是这几个。默默是最低的，因为默默也是。哦，默默的那个叫什么？背很痛，我知道他的脊椎吧？对对对。他们那种当脊柱还蛮不错。哎、欸，后来他们还
才说不要我，因为我看起来太低了，就是身高的部分。哦，对，因为不够高。因为小迪跟孟辰比那个差不多高，再高一点，在大鸡，所以就是他们我比较矮一点。他们脚跪下去的时候，他们三个人的背落差会不一样。然后他说不要我，让我伤心呢。我说我可以，我可以，然后我就自己身高一点。他说哦，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，我把自己拱起来。谢谢玫瑰。参加完吃面包，感觉会有阴影，因为它摔下来了，好可怕哦！可是我真心觉得我自己真的是，我自己玩得很开心了，而且我觉得我是应援最落力的一个，就是对于比起除了原子族以外，就不跟自己不跟原子族比以外，我觉得我自己是应援小队长这样。就很开心，我不知道，后来我没有用麦克风，我想说应该很大声，然后我就一直用那个加油的那个，我不知道应该大家都听不到吧，但是我就很落力的为大家，然后虽然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，但是还很感谢我们的组员们非常的落力的去运动这件事情，希望大家未来也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，谢谢。好，我要念排行榜了。而且他用麦克风讲话，我说我给你麦克风，但是我把它拉超远的，我想说应该也听得到，他太大声了啦，我怕麦会爆掉。来咯，第十名是 Stephen， 恭喜，谢谢。第九名是尼哥，谢谢尼哥。第八名是子健，谢谢子健。第七名是志宏，谢谢志宏。第六名是陈宇，谢谢陈宇。第五名是怀怀，谢谢怀怀。第四名是 CKUMK， 谢谢 CKUMK。第三名是信维，谢谢信维。第二名是开心，谢谢开心。第一名是 Martin， 耶，谢谢。我可以问一下洛丽是什么吗？洛丽洛丽是什么？洛丽不知道。洛丽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，那就下次见啦，好像是明天啦，虽然。然后我已经剪好影片了，请大家期待，但是星期三吧，星期二会上片哦。明天晨晨会上片，明天晨晨上完片之后，就明天晨晨会出影片，请大家去追踪晨晨。然后我17号会上，就是我17号会发影片。我很落力吗？我刚刚说我很落力吗？忘记了，对不起。下次就是成绩发表，我明天就那个嘞。爆雷？不会啊，为什么要爆雷？这是推广，请大家一定要去看。晨晨呢？看来小晴忘记广东话。嗯，我刚才在讲什么吗？广东话 vlog 没有，不是广东话。不好意思，因为不知道，还没有想要题材，不好意思。反正我把运动会的一些小影片都看，都剪在一起了。然后星期二，我不知道，看情况，请大家留意 IG。以上，谢谢大家今天看我直播。下班了啦，去陪柏林玩吧。你要陪我，快。对，运动会花絮，没错。哦，应该是很卖力吧，很落力，应该是很卖力。利落是利落啊。拜拜，晚安，明天见。大家晚安，请无视我的口呼。什么？好，等一下。晚安，拜拜，再见，老雷，对，拜拜，晚安啦，谢谢。